这两天连2000个关注都上不了吗？都上不去吗？啊？不应该呀。当然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全军出击！你们会输的。白夜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为啥不是猴子呢？盖伦，情报有误，其实我很有。我靠！收到。我呸！地板。等个屁！不咋了，溜溜了。让你被动消失，没被动了，该我了吧？你挺不怕死的，我发现。蓝莲汉，蓝莲汉，你挺不怕死的，这也敢跟他拼吗？他打人这么疼，这英雄他妈的离谱了。那被动一层也没有，我操了，我这平跟他平 A， 我 A 不过他，真的离谱，离了个大谱啊！我已经是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，不要跟刀锋打。要跟他耗，好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快点的，把他炮车也给收了。咋的？这老些兵人也他妈敢上来啊！亮牌可以吗？盖伦来了，那我又放个眼，你咋办啊？到底要干啥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晃几圈了？你有病是吧？哎呦我操！哎，这都没死。盖伦这不有毛病，他要干啥呀？到底呀？
就一直追呀。发现这世界钻星界洞悉确实行，星界洞悉减我们召唤师技能吸地，非常 beautiful。他 Q 一个小兵回40点血，离不离谱？他要秒我了，怎么办？我不太敢上啊。他怎么六级怕我五级石头人啊？我直接往右边跑。我不让他 Q 完小兵再 Q 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就这么个玩意儿呢，也能在我这亮亮牌？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没事，反正我蓝够，我一直 Q。法强起来就好了，现在法强有点低。阿迪还没知道。我操了，这盖伦精神病啊！兄弟们碰上精神病了，快快快救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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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碰上精神病了，还是个强攻盖伦。你们会输的。盖伦可不好野呀。当然。让我听话，让我出反甲日炎，我看你像反甲日炎。那咋那么多人呢？啊！
我们家打野是啥呀？是的。干哈呀这呀？这他妈有精神病是吧？哎呀我操！这是啥意思啊？你搁那晃啥呢？半天呢？你给我守个塔也行啊！狙击还挺高，没木啊？能杀可以啊、哦、行云流水的一套小镰刀，收到。碰上个盖伦那是搞乏味的，刀锋的英雄确实是离谱，离之大谱，一着就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换人了，我操，这玩意儿就这样。打一套带点人。就是没用，有没有点烟？其实没有点烟也死。没办法，这玩意儿呢就是离谱的东西，我们就只能忍着。跟他玩就得武器大师。不过现在他没有技能了。没什么办法，我太浪了，操他妈的，我在这儿跟刀锋，他都没回家，完事你能说出来我太浪了呗？你都给我发乐了，你这说话说的都给我说乐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你。给我来了一句我太浪了，我操，我在泉水里就不浪了呗。没有人管一下子的吗？这到底是要干啥呀？这哎呀，真难呐！
我们去竹园松露，算了，别去了，他们自己玩去吧。我就是上路自己玩吧，补会兵。好不容易能有点补兵的时候，赶紧补会兵。一会儿又他妈三四个跑过来了，我又补不了了。小光辉，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井底之蛙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过来呀，仨人呢。你他妈的，就你有队友，操了。野区资源匮乏。这盖伦不跟我干他，这盖伦，你给我拖回来，来，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给我拽着来，你给我拽着。上路好玩不？我没有队友呗。把这东风删了，加了，补个这个，来个法穿棒去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，或者是鬼书也行，先整鬼书吧。那把我看这队友也不行，点劲了，我整个鬼书。教练行啊，教练半天杀的人跟我杀的一样，我输，我还比教练多杀一个，平局了，来个美甲窃魂卷。小龙，你先跟他们家这，你咋玩你也够呛，你这必死。那盖伦塔下俩人，硬换你都得给你换了，他硬杀你，你知道吧？你咋玩你也够呛，你跟他俩玩，你瞅那盖伦他妈血没掉多少血呢，就放大了。别的不说，就是得干死你。你找人，你找人。能找多少个人？你找找。他整个双蚂蚁。那东吴根本也不管啊，他不要走，没法玩跟他们玩。
维加切魂卷咱不要，出不了，盯着我杀呀！家都没了也不回家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漂亮啊！莽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八个桶你送六，这不叫送，这叫被迫死亡。这属于那没办法的。